无私，这位便是受人向你提起的钱老板。求问无私大名，一直无言拜候，今天一会，英雄万分。我也以为是谁，原来是昔日孙家的故乡钱玉山。无私足不出妖气，却令地天下事，钱某佩服。如何？要蒙在苦境精进不休，各下不中帮协助，反倒历练妖气，有何指教？钱某在不管苦境应事，此来妖气，还是想重新开始，学习改造成一名商人。修养，便是生意无私交一个朋友，苦苦不离，不行敬意，还请笑纳。哦，是具有疗伤解毒之深厚的撇气匣子。钱老板若有心上道，不再主动，要尽弥补其力，提点一句。哈哈哈哈，那钱某便成社会无私了。钱老板此番相当心烦，往后若有需要，尽管催我无妨。天下朝中繁忙，这便先行告辞了。多谢无私提百万，努力送无私一程，请。